好了，放了，来，坏了，坏了啦！我得大概给你的大刀哎，都吃起来，吃起来了，棒！我最好的啦，你哦，就爱往哪行，脚踏实地才行，够吃起来。我猜，要听明哦，没有更甜嘛，是讲香水，都没有问题。耶！他给我看这做什么？爸，总经理，如果这批货我们赶不及的话，我们可能会被扣钱哎，而且下次集团那边可能就不跟我们合作。鱼目混珠，这种违法的事情别人可能会做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。通融出去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出去。看吧，我就说你爸不会答应了。照这样子看来啊，底下的业务要抱怨供货量不足了。天灾欠收，我们不知变通，要怎么跟人竞争？我不懂他究竟在坚持什么。你也跟我人已经介绍了呀。哦，潘先生，给你交了。陈老板。我们集团其他的品牌都对你的产品赞誉有加，特别推荐我来跟您订购。成本上万哦，风险这么大，安尼哦，股东也就不管了。同一下就好了、啊。同业都是这样做的啊。消费者也吃不出来呀、啊。头家，今年风太足多，啊，不歹势啊，收成敢那剩咱供货一半尔呢。你别烦恼啦，签约虽然讲好势啊，损失是我的，你把品质顾好是较重要啦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婷婷啊，婷婷，我咧生气啊！你想妈妈？做代志袂用急，就参照咱大水果是同款。我往哪行，脚踏实地。反正啊，我有我的做法啦。婷婷，时代不同了，慢慢来，怎么会有效率？那好歹的事情再麻烦你了。我想我跟你确认一下那个报价单的事情。嗯，好，我再把报价单传给你，谢谢谢谢。婷婷，我跟你讲过几落摆啊，你起码。爸。啊，你不是讲？我拢知影。你别生气啊！那天，婷婷啊，我听到了一段往事。啊，坐坐坐。你哦，唔通怪恁阿爸头壳顶壳壳，伊较早唔是安尼啊。原来，爸一直没有对我说。有没话这样没出来啦？好看头才消会紧啊！我当然冇咧注意，我哪冇咧注意？唔是啦，拜托你。好干娘，好干娘。阿文啊！阿文啊！阿文啊！今朝就遗憾是袂去，但不知就歹判断是啥物原因。头家，有人亲像你，遮济农药啦。海鲜，一定要好好啊，照顾家己。有那个脚踏实地，你来，妈，你不怕打败你爸爸？
在，我懂了爸坚持的意义。但是这家说可以。谢谢。来，这家你跟他谈一下啊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对，我们要检验合格。爸的坚持，由我来延续下去。这次交货非常的顺利，我们集团另一个品牌也想跟你们合作。妈，果实又成熟了，我跟爸无论哪件啊，成果难关，终于看见最美的风景。